好，我们继续看啊，继续看这个地方的话，曹丕主开局存 AK， 嘿，这把的话跟他父王学习啊，前面不是他父王存了一个 AK 吗？来看一下啊，来看一下。那么大反贼，那么忠臣，先这样标一下啊。好，那么过河拆桥，那么拆一下。那么这个连弩肯定存在手上啊，连弩存连弩是那个目前这个环境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打法。有的时候你要翻盘，连弩绝对是，连弩跟那个铁索算是相辅相成吧。当然打破劣势里面最好的办法还是铁索。那么连弩有的时候你逮到机会也是可以的。好，翻人啊，翻人。这个也是忠臣，来看一下，那么把它翻一下。那么这个地方无中生有，看一下杀一刀。那么就是这样啊，对这些反贼进行那个压制嘛。曹丕一局里面的话，对于这些反贼，这个地方马岱杀一刀，这没办法，这个给屏蔽了的话，你毫无办法。这邓艾这很伤啊，这被打成这个样子了。好，这也是反贼。我来看一下，当然的袁术你不敢动我们吧，你动我们那我们继续翻人啊。那个貂蝉的话估计这么干也是反贼脸，那么这个直接就是把那个貂蝉他动不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荀攸是什么鬼啊，你卖一下呀，你这干嘛不那个放出来，这是敌人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借刀杀人，杀一刀。那么这么看他应该是那些他没有动了嘛。好，那么我攻一下，无懈可击。那么这个地方因为后面有那个荀攸在，所以说是可以稳定的那个。好，豪言结义一下。好，无懈可击，果然啊。那么没事的啊，你这打个无懈的话继续翻啊，继续开，你貂蝉就别想动了啊，貂蝉就别想动了。好，盘一下给力啊，这那个邓艾也算蛮给力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直接翻人啊，因为貂蝉人动不了嘛。好，看一下啊，这一下的话这个地方好，那么四敌一下。好，顺人。那么还不错啊，这个地方刚才那三个这个那个顺啊都是红色的黑色的啊，当然也被撕敌了一下。当然这地方的话那个你邓艾因为撕敌被红色，所以说这个桃子不能吃了啊，所以说你这个也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地方被撕敌了。好，那么地方给力啊，就是这样啊，你看逮到了一个机会就把直接把反贼的核心给它全部，就是把反贼的核心怼掉了嘛。当然我说全部怼掉肯定夸张了一点啊，那我们肯定希望把反贼全部怼掉喽。好，这样邓艾也做到绝对贡献了啊。好，那么因为这个地方所有的进攻牌都到位了，有一个 A， 又有这个好翻人啊。这个地方我们就做的非常果断啊，三张牌我们照样翻反贼，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是要保证我们自己行动的嘛。好，那么你这个地方袁术你随便来啊，嘿嘿，这一下的话给力喽，顺手牵羊，来一下啊，这个地方先杀。那么我们继续开啊，继续开。好，我们无懈可击，直接来。好，然后这个地方，嘿，你闪的漂亮啊，直接杀了啊，嘿嘿。他刚才那下如果不闪的话，那这个荀彧就死不了，我们就杀不了荀彧。但是这边就是因为你闪了一下，我们这个时候突然掏出一把连弩出来，所以有的时候你要防一下的啊。你这件连弩套就很漂亮。好，你这样只要怼死了，就算不是反贼，我们可以拿你手上牌的啊。所以就是这样连击啊，这个拿到牌直接再来。那最后我们再收拾你袁术啊，最后我们再收拾你袁术，花两张杀，直接搞定。好，杀。这一把我们这个曹丕也是非常给力啊，一波啊也把这个场子给全部把它清下来了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受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啊，继续看的话，这一把的话，曹丕主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，哦，又是这个曹丕主，也是主流的主攻啊。我们来看这一把什么发挥的，这一把的话，那么这个将的话，看一下这个将，这个应该是反贼吧，坐这个位置嘛，毕竟那个三七位的话，先这样标一下，好，决斗一下。那么这样打徐氏就没有问题，因为徐氏这个武将也是控场拖节奏的嘛，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忠臣，那就需要这样的忠臣的。好，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可以继续的啊。好，蔡文姬，然后直接来，然后直接，你看这一下收入就比较高啊，开局直接打不出伤害，而且还把自己的牌补满了啊。好，这过牌，但是这个地方你刚才杀得很痛快，遇到庞德有装备就比较麻烦。因为庞德的技能是可以稳定的对你进行造成伤害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过河杀姚佑，这个小乔也是反贼。来看一下，当然这把小乔是我们的敌人，
所以呢我们也就不希望他有什么击杀了，本来的话他这个动态这个击杀还是不错的。好，反贼来看一下小伙伴，小伙伴的话给牌，那么铁索连环这张九杀，哎呀这一下狠啊，这一下啊，这个其实如果没有确定对方的身份，你夏侯氏不是夏侯氏啊，这个徐氏啊，你可以不给他过牌的。有的时候好，那这个身份应该是明了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无限的话，好给一下牌。但这一把的话，一定要保住这个魏菜啊，一定要保住魏菜。魏菜是我们这把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了啊，因为他这个地方。就看他能过什么牌了。那么看一下啊，这个叫蓝马，哎，漂亮！这张牌太神了。这有的时候这个就是需要这种关键的一张牌的，因为有这种 A O E 这种牌，一旦魏菜摸到，他可以这种把这个收益加倍化了。再来一个啊！好，我们这一把就非常果断的卖血了，就一定要卖啊！看你怎么办，你小乔你有本事就弹呗，你弹我们的话，那个弹我们一下，我们照样翻人的。比如两张牌、三张牌，我们照样翻人的。好。万事周而复始。那么这个地方小乔也是没有距离啊，好吃个桃子。但现在那个你看反贼啊，这血量就比较低啊，庞德牌要比较多，一旦被突破了的话，他拿很多牌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那个夏侯霸估计是内奸吧，夏侯霸没有动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吕布啊，吕布这个地方借刀杀人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吕布好决斗一下。那么这个地方给我们过架牌，行啊，给我们过架牌。那么我们想留够足够的桃子啊，留够足够的桃子。那么当然这地方的话，我们有一个拆，不过这些牌也是比较珍贵，他这两个牌没有问题的啊。他这个地方虽然说断杀了，但是毕竟有桃子，有个无限嘛，这都是重要的牌的。好，这个牌留住啊，我们继续看一下蔡文姬的发挥。那么蔡文姬哎漂亮。这个地方他这个南蛮太神了啊，这张因为有南蛮可以加速这个对这些反贼的打击的嘛，就这种武将的话对于手牌质量要求也是非常高的，只要有好牌他就可以这个收益加倍化的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这把我们曹兵的这个翻面就非常科学啊，刚才就是翻反贼，那么这个时候蔡文姬需要输出，所以说就果断翻蔡文姬，这样没有问题的，就让这个蔡文姬输出的啊。好，来，那么这一下就不错了啊，这一下下去我就不信反贼不死。好，直接来。那么小乔你有本事弹我吗？那我们这个地方给那个给吕布一下没有问题，那么没事的啊，我们手上还有一个桃子的嘛。好，那么吕布这个地方他估计送刑章了吧，看他有没有啊。吕布的话，吕布好，果然啊，吕布送了刑章，这样吕布做的也很对的，直接送了刑章给我们。那么这一波下去直接嘴掉，漂亮。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出杀，这个地方出杀也没有问题啊，这个地方出杀保证这个一血的状态，一旦后面的反贼真的来怼我们，那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个蔡文姬翻回来的。你这个时候如果出了这个你卖了的话，把它翻回来的话，那哎，他自己啊，这个喜欢了徐氏自己把自己给劈了啊。那这样留一个桃子，那个留一个桃子在手上还是比较稳妥的嘛，也防止那些后面什么火攻啊这种啊这种存在的嘛。好，那么这个比较妥了，这么多牌对吧。好，先用寒冰把你怼掉啊，然后咱们有这个牌，那这个就比较给力了，一波也是清场。好，这一把有这个神中辅佐，最终还是算是比较轻松的，乐不思蜀。那么这个地方你家认定了，你就直接打呗，当然这把全部用掉。这样如果你真的把它全部打掉，你全部丢光，他即便把它冰乐度蔡文姬打你应该也是不怕你的。乱世之跌倒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把这个观音瓶主，来看一下这一把的话，关妹子当主攻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在非主流主攻里面，现在关妹子当这个主攻对于反贼压制是非常大的啊，这个也是可以推荐大家来极力去用用这个武将的啊。普通声友这个地方，因为他化身的这个消极啊没有问题，如果他要是孙尚香直接把他往死里打了啊，毕竟是女人主攻嘛，他选一个这个。那么这个地方因为张春华这个武将直接打没错啊，是我跟他也这么打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杀一刀，嘿嘿，这个地方荀彧你卖还是不卖？那么这个地方看一下，那不卖的直接打了。好，开局这个时候因为荀彧没有这个劫命清奸，开局的时候直接怼的是最好的，直接把你打掉啊。好，这一波很给力的啊，当然我们没有拿到那把传说中的青龙偃月刀，
就把那个刀在哪里了。好，这个不结阴，这个肯定是这个忠臣啊，啊反贼啊，忠臣，对对对，说错了，还有反贼肯定跟他结阴的嘛。好，好嘛，这个也是反贼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啊，那因为现在这个形势下，开局死了一个反贼，所以说内奸肯定也不会过多的帮我们，那么只能祈祷那个真的忠臣在了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即便是如果是一就是满血状态，我们可以稳定造成一点伤害啊，就是说打真机这种武将就不错啊，你说你有这个清国防御很给力，但是我们烧你啊。好，这个是忠臣，那么应该是这样子了。好，那么先这样标了，待会再标着谁是内奸。好，哦，原来这个青龙刀在这个荀彧手上，但是你开局的时候啊，你这样没有桃子，那你荀彧也老老实实弃牌的，老老实实弃牌，这种开局对这些反贼的打击是非常有效的啊。那么这边继续烧啊，继续烧。看一下这个地方左慈用对用结阴啊，直接跟那个周瑜结阴啊。我们这一把的话，我们稳定造成伤害，周瑜也有过牌。嘿，这张不结阴吗？你耍什么牌这么好啊？好。那么无懈可击，哦，是个无懈，看一下，啊，杀一刀，这一下不一定那个不一定好打喽。我，哦，没事的啊，我们那个可以造成对他们进行这种稳定的这种伤害的嘛。好，这个地方开 A， 看来是为了要把这个忠臣打掉，就是不择手段，跟他果断的卖啊，肯定要卖。我们只要再卖一点点，我们就可以烧两个人了。这些场上这些人的话，都是很怕烧的。即便是那个荀彧，对吧？你荀彧，你也不一定就一定，你队友一定就有桃子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张吕布的话，吕布这一把像这吕布还有点像内奸的。好，杀一刀，那么直接捅了，因为又后面有我呢，他直接卖他就卖啊。这个地方我们就那个好给过来，果然没有桃子。好，只要打掉一个反贼就好办了，后面就跟他们慢慢磨了。好，杀一刀，然后直接来啊，来。那么，哦，果然有桃子，他应该是内奸，他刚才没有救啊，他是内奸。但是这个地方你们两三个打我们两个，你也不一定打得过的啊。好，因为这周瑜是有能力的嘛，我们这个又是能够造成伤害。好，来，那么没事，你拿啊。啊，这段直接来决斗，这个地方周瑜做的很果断啊，绝对不会给你那个。不过就让你打这个真机，真机的人头归我们的。好，那么这一家的话，虽然把周瑜打残，但是啊，顺手牵羊，顺一下我们这个好决斗一下，无懈可击。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好给他一个这个，他舍不得丢，好决斗一下，来，那么直接怼掉了啊，漂亮。那么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是那个好直接烧啊，算得清吗？这个地方跟他们慢慢打的话，即便顶着这个周泰，我们也会输出的，就输出。待会儿的话，一旦我们啊，这个地方杀得漂亮啊，你还敢杀我们？然后待会儿就连你们两个一起烧了啊，连你们一起烧。这吕布也是断杀了嘛。那么这个地方周泰，你即便有这个不屈神技，我们照样可以啊。好，那么因为这个地方刚才周瑜弃了桃子，所以说他爽应该是有货的，我们就分享让他开这个南蛮了。对，直接进行输出啊。你不屈啊，哦，这个是创啊，你这创再给力能怎么样呢？我们每回合烧一下你，你哪受得了？哎，这个地方吕布也被那个卡住了距离了啊，所以没办法。哦，吕布不是卡，吕布打不到我们，但是他没有杀，他怼不到周瑜啊。好，那咱们直接来了，无中生有，无懈可击，没事了啊，杀一刀，嘿嘿，咱们直接来，直接来烧。你周泰哪有那么给力，对吧？直接一波就被你们全部打掉了啊！好，所以说关内的做主公的话，即便顶着这个周泰，我们不是照杀不误。一同闯天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盘，最后一盘的话，刘备主公，刘备关张，看什么？这一把又轮到我们这个刘备出手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刘备。那么刘备这个牌还可以，这个牌还可以。那么过河拆桥，并且贴着这个，好杀一刀。那么这个应该是忠臣。好，哎，这个地方贴着主公的赵云居然是忠臣啊。那么黄盖，哎呦惨了，这刚是这个，那赵云悲剧啊，这逮到这个借黄盖，那你就是倒霉的份儿啊，没办法，这个被逮到了嘛。好。
那么这个地方救一下，嘿，这个地方是忠臣啊，好，啊，反击忠臣，对，忠臣，来看一下，杀一刀。那么这样因为是张春华，所以说这个是反贼啊，他刚才杀这一刀的话，不仅不会触发这古令刀，而且还可以给他卖一下牌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那么应该这死的都是反贼了，这应该都是反贼，应该是这样子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的话，过河拆桥，过下牌，那么顺手牵羊，那么黑哦，这个家伙开局跳二，那么开局跳二，哎呀，这个家伙也是开了局跳二，那么这反贼心里也是非常郁闷的，那你救他干什么呢？好，杀一刀，那么这一下的话，哦，那应该是这样子了。你来看这个地方啊，陆逊呢、啊、就乐得很不应该，这是郭皇后啊，郭皇后已经受到过伤害了，你这个肯定乐不中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乐的就是不熟悉武将技能，你要熟悉郭皇后技能，这个乐明显不应该乐的。就算你乐的话，你乐这个左慈也比乐我们好啊，因为郭皇后的技能在那里，他我们是肯定他能找到我们，我们肯定是能让他顺手牵羊的嘛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就看这个左慈的爆发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左慈的爆发。那么给过去，那么因为这两个人都有可能是内奸啊，所以说我们没有把它全部给左慈。好，这个地方给力了啊，因为有这个小关张的化身嘛，所以说就是给挂牌上让他爆发一波了啊。那么让大家看一下他的厉害啊，杀，直接捅了，直接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话，哎，直接给力啊。好，这个地方直接杀，直接杀了，灌出去，然后直接杀，就是这样简单粗暴啊，杀一刀。那么、哦、这个是内奸，那么黑，你别说这把这个杀给力啊，这个都到位了啊，你要是少一张杀可能还真不一样了。好，那么直接杀了啊，顶张正华也杀了啊，直接杀南蛮入侵，来直接杀，继续，这个还是很给力的，杀一直没有断的，一直没有断，武圣咆哮直接来，好怼掉，然后最后怼这个郭皇后的啊，直接杀，然后再灌出去，左慈很给力啊，一波五连斩啊，在我们给牌的情况下，他最终也是完成了这样一波扫清六合，席卷八荒啊。那么今天的主攻大放送呢，就给大家做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